青春往事随北风绕啊绕。古老的街道，路的尽头有座庙，谁许愿太过潦草。轻狂的年少，嫌江湖渺小，从不弯腰，路不平就拔刀。我们的故事被隐藏成了传说，精彩的情节好多。练习有我回到小时候，金箍棒何时才到手？流氓你别走，别老举拳头，或许能交个朋友。练习有我回到小时候，想成金刀是 TFBOYS， 我是队长王俊凯，也是剑侠客。我是逍遥生王源，我是龙太子易烊千玺。梦幻西游二动画片精彩非常，一定要看哦。